马阿兰，俺们家咱的老老都姓孟，咱边内嘛人，伊的那原住民族身份发言，阿拉嘛的那那巴的老伊，大沙巴高干兰大伊那暖阳奶，哦，卡着那照顾嘛的大什么二，阿达曼干那五月十三日，伊卡着那立法院卡着伊马拉的，哦，格嘛着那李鹏伊调过东伊马上挨，格嘛的大沙巴高拉那的那巴的老伊，卡嘛万达木卡吉嘛阿沙瓦干兰大肯定格嘛，两马中。所以那都变成大家让你阿弟莫拉西。在大大伊那诺言伊的那身份法修正草案里，阿拉乌鲁大都路噶的噶那巴里老伊木都伊那诺言，五月十三日伊噶罗噶那立法院里，噶罗噶州马达达那住那里报应，哦那里报应廖国栋伊马上挨按德木路大噶那巴里老伊木都伊那诺言个卖伊，噶罗森巴噶那大伊那诺言伊的噶那大肯定，阿妈乌那园民会伊马上挨伊的那公听会跟大都路噶那。巴里老木多个的个那伊那诺言里，阿东东伊都到老那山地啦，那平地原住民伊的那代表，哦，德木路个的个那大伊那诺言伊的那身份发言，伊的那阿毛南大萨斯人，哦，那巴里老伊的那都身份认同伊的那都帮阿帮阿尼，那巴里老伊阿拉玛的大，斯马拉个那大肯定啦个那大伊那诺言奈，哦，格玛注意格玛个的个那法律伊乌拉亚伊的那都包括。院版这个内容啊，对现有的原住民而言呢、啊，冲击非常非常的大。他的文化，他的母语已经非常汉化，还不晓得他们到底要应该维护他们哪一方面的权利跟内容，所以应该另立啊、哦、一个平埔委员会，关于平埔族人的这个权利，你是要另以法律定制。身份法先修正以后，关于他的权利，不管是一般的社会福利、文化语言的，甚至参政权的部分都是按照他客观的需求要另以法律定制。伊廖国栋伊马上挨，马南那边伊达斯能奥奥巴沙干个滴个呐，平埔族群委员会个嘛，那李鹏英管碧林伊马上挨，个嘛注意噶都巴扎巴达个滴个呐，行政院组织法阿拉阿姆迪拉伊滴个呐，原住民身份法伊马刷达个嘛滴呢巴巴娃娃，哦那李鹏英郭国文呢马热给个滴廖国栋阿里马拉当个滴个呐，原住民身份法伊滴那巴巴样。如果行政院组织法不修，就不能修原住民身份法哦。所以廖委员的主张会变成是这个结果。廖委员对这一个的议题啊，陌生的程度啊，几乎到毫无关心的程度，感受不到国民党真正对于原住民身份法修正的这个基本诚意。那里帮伊廖国栋伊把二十个人格嘛对曼丹达巴伊打阿萨老爹伊的难度丁丁丁那原住民身份法格嘛哦马刷亚无奈伊的难度执法来伊马刷达布卡萨格嘛都努什么路哦干什么五尼亚伊的那时代力量哦那亲民党团那的那招伊罗格嘛的吉玛达亚山伊里古站来伊伊的难度比纳达亚山伊的那原住民身份法伊阿迪穆拉西阿在对比伊。